不过上面这个是真假难辨呐、啊。在中国大陆呢，有人在上网的时候看 Google Earth 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哎，天津怎么出现了一圈方的、一圈圆的、一圈方的、一圈圆的这个交错的几何图形啊？看起来很刻意的这个图案呢、啊，出现在这个天津市，很像外国人讲的那种麦田圈，有没有？但是当地的人讲说，我们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农地啊，现场种的很多桃树啊、枣树啊，都已经十几年了，哎，有的说几十年了都没看过农田有什么样的图案变化呀。所以呢，有网友就说，哎，这图片是不是造假的？自己在电脑上面动动手脚，但是 Google 说绝对没有对这个卫星的图片做任何的加工处理啊，要不要相信就随在理啊。